一下此刻的心情。此刻的心情就是让我等的有点久，因为是为了安全，还有就是疫情，对，然后人不能太多，然后我现在等了多久了？有半个小时了吧？二十多分钟，半个小时。那但是今天听说还挺多人来门口。对，我就是觉得，就人家那么辛苦来了，完了等了那么久，我特别懂这种心情，所以我觉得不太可。悄悄地走出去，然后他说可以看看等我的朋友们，对吧？太可了，安全第一哈，没有办法。那确实是安全第一，所以只能这样。黄油，我把你记录下来了，我拍下你的字就行。哎，这么厚一坨黄油，是呀，哇，这挂边了，哇，挂了多深一块啊！救命啊，起码两厘米，一份都没有两厘米。哈，有多用力的在搓这个黄油啊！那也不是特别想吃，但是就是因为有一点点无聊。这个彩虹是买完了之后呢？我当时是很饿，然后就正在吃东西，我忘了要吃什么，然后我就在跟他一直嚼嚼嚼，因为太晚太困了，我嚼睡着了。我怎么发现的呢？一觉醒来之后，我发现我嘴里还有一坨什么东西。我来个换装游戏吧，装扮，我装扮一个我自己，我。来一个真人，有真人吗？声音长得好看，这个好看。开始游戏，有声音吗？我喜欢听声音。我说这个视频它好。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然后再看一下啥？你拿个吃的？我想知道这个是为什么。这怎么回事儿？打不开。你是不是没有装 flash？ 对。所以所有的都玩不了是吗？你也可以为他安装 flash。啊，不必。不玩了。好了，垮掉这一段啊！让我给大家表演个直播吃甜品吧。不行，不能吃，要忍住。明天出门的衣服哈，来外套是经纪人的，来看鞋子，一只经纪人的，一只宣传的，然后现在在挑选。不是，主要是我啥也没带来，你知道吗？一个艺人出差不带自己衣服鞋子，鞋子都没有。这两边腿不一样。对，因为一个是我的底厚一点，我那是露脚背的，可能是脚背露出来就会长一点。很难，就是很纠结，因为这双你知道吧，就显得很随意，比较适合这个衣服。但这双鞋有点大，你知道吧？你穿大的，你脚大，你看你这些。因为上次你拍摄穿的直接撑大了，大了，我直接给人家底也撑长了呗。我这么厉害，那是底长了，你这个人。我看，哈哈哈鞋。虽然我就是很无所谓，但是你知道吧？我觉得这关乎到你们两个的荣誉，不在乎我最后选择了谁的鞋，所以。我觉得我得认真的评判和考虑一下。明显你是把右脚摆在了前面。对，那就右脚吧。左脚我怕走着走着鞋掉了。是不是还应该穿双袜子？不想穿袜子。这鞋应该那么搭配，但是我就想光着搭配，因为没有袜子，所以没有选择。总不能让你把袜子也脱下来吧？总不能让你把袜子也脱下来吧？KO， 有点过分了。我跟你讲，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，是我这身搭完了之后，我不一定要出门。